国安局长陈明通呢说了一句惊呆大家的话，他说呢，习近平政权可能一系就垮台，来去听听看民众怎么看。能信吗？陈明通啊，因为他这做政治人物乱讲话，这感觉不太可能，不可能垮台啊，就不用做白日梦了。就一系就垮台这个事情不太可能，政权一系垮台这种事情蛮就不可能。我觉得先管好自己吧，对，台湾自己先顾好吧。觉得大陆的政治不会一夕之间就改变。陈明通啊，对不对？先担心自己会不会垮台再说啊，对不对？他就嘴皮子啊，讲自己爽的啊，不是吗？他政权那么久了，那可能会垮台？应该还是不太可能了，是觉得有一点偏向做新闻而已吧。台湾先管好自己。为什么？大陆看起来比较厉害啊！我是希望这样啦，就不要一天到晚那个嘛，不要一天到晚想要吃我们豆腐啊。对啊，台湾顾自己啊，你大陆顾自己啊，不要再弄我们了。有啊，有可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就有可能啊，有高就有低啊。期待垮台换台湾收复大陆，最好整个垮掉。会太直接吗？所以你觉得他有可能要垮台了？嗯，会哦，会会。为什么？啊，我觉得看那个脸相，看面相。看面相。对对啊，换台湾把大陆收起来啊。怎么样？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觉得？我有这个信心呢。那台湾要怎么收复大陆？台湾要收复大陆这一点。先缓缓吧，但是我觉得台湾自己先搞好比较好。台湾自己。对啊，我们管不到那边啊，他也别来管我们，我们也别管他。对，我们顾好自己。习近平是哪一位啊？大陆那个？哦。嗯。习近平是谁？习近平是谁？习近平是谁？救命！真的不认识习近平？不太熟。他是大陆的领导人啦。嗯，习近平大陆的嘛，是大陆的。他讲这一句话，好像新闻有报道啊。哎，对，您怎么看？不用了，不用了，没关系，我们台湾顾自己就好了，不要去管大陆。对。好，我选哪？谁是陈明通啊？你说什么？谁是陈明通？哦，国安局长。好，等一下。很多民众都认为，别管大陆垮不垮台了，台湾先管好自己吧。要推荐给大家使用我们这一台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好，这一台呢其实非常适合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都非常的适合。